所以咧，佢係擺下直升機啊咁樣，或者象徵意義，甚至可以騰空啲空間咧，係俾香港嘅飛行服務隊使用嘅。嗱，呢點已經證明喺嗰度嘅軍事活動係好少，唔係頻繁嘅。既然係咁，點解唔諗下喺我哋咁嘅困局之下，揾個方法去到釋放啲土地咧？而既然呢啲駐軍都係象徵意義居多，何不去到即係作出一個咁嘅關鍵嘅決定咧？咁另外有一個我覺得特別需要提下嘅，就係槍會山嗰、那個三軍會啊。嗱呢個咧講少背景，三軍會其實喺回歸前就係英軍嘅一個軍營兼夾係一個康樂嘅設施啦。咁就回歸之後咧，其實解放軍係已經宣布咗佢哋唔會用呢度，亦都冇參與管理嘅。三軍會咧就變成咗一個會所，主要服務對象係香港人，嗰度有11公頃嘅。主要服務對象是香港人嚟㗎，或者一啲會員係收會費，收10多萬咁做會員嘅，等於一個會所，不過佢唔係用私人有長契約啫。佢另外咧，政府係有一個契約，佢要滿足到咧，就每次五年個週期就續約俾佢。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壞，都好離譜嘅一種做法，即係既冇咁嘅需要，而就算原本係解放軍使用都好，我都係會提出呢個問題嘅。點解一個康樂用地擺明係遊樂會嘅模式？佢個名都叫三軍會，係一個 clubhouse 嚟嘅。點解會擺喺市中心，跟住俾大部分嘅會員係香港人，而其實解放軍係軍隊咧，喺呢度咧係冇管理權，因為佢哋放棄咗管理，亦都咧冇參與任何分成啊，賣咗會籍賺錢都唔關佢事喎。咁點解仲用住軍用地嘅名義壓住個位咧？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咁我自己初步講到咧，就呢幾笪地咧，無論三軍會啦。或者九龍區有譬如好多喺市中心嘅波浪街咁嘅嗰啲咧，我覺得係可以諗下先。當然我哋都知道駐軍亦都有象徵意義。你見我提啦，我冇講到我哋最近嘅天馬南啦，即係大家明白係有一啲軍事用途或者總部嘅需要，呢個係真係存在。但係我想要求嘅係有好多係多餘咗嘅，使用率低嘅，甚至乎係太大嘅空間係冇得分出嚟咧。我初步做一條數計過嘅。而家我哋2700公頃啦，駐軍大約係10000人以下，即係大約係每4個人咧就佔到1公頃，係好誇張。我相信個狀態比國內嘅軍人平均佔用同埋軍營或者軍事用地比例更高。香港個彈丸之地，我哋有冇條件咁做咧？咁基於幾點咧？我係寫咗封信啦，我就講咗，我係會喺今日稍後咧再執一執，將佢變埋簡體字啦。咁我就會寄佢俾習近平主席嗰一種集，佢亦都係規劃主席嘅。咁另外咧，亦都會隨處。咁我自己今次呢個舉動咧，其實係都經過深思熟慮。不過我見到林鄭似乎唔敢為軍民發聲，問一問中央，你都無權逼佢嘅，事實上根據基本法，你問一問中央，你都唔敢為香港人發聲，我覺得佢唔敢做嘅嘢，我哋作為民選議員，我必須要為市民做。咁另外就領導人喺咁多年嚟咧，其實北京領導人中央政府其實都講過好多次咧，房屋土地係香港深層次問題，係要好解決。我覺得這個亦都未必違背，我提出呢個要求亦都未必違背佢哋自己一啲想法嘅。但我相信佢哋未必掌握香港嘅整盤嘅房屋土地數據，又或者淨係聽到政府單方面嘅講法，未必知道嚴峻到咩地步。所以我整集嗰啲資料咧，會夾附埋喺呢封信嗰度咧，去交俾習近平。另外一個位置就係我覺得個態度係應該，與其好政府望天打卦，我倒不如盡力一試，睇下用辦法馬死落地之下咧，褪到部分嘅軍用地出嚟。軍用地剛才講到2700公頃，如果我哋只要褪咗三五百公頃咧，已經有一個好大好大嘅幫助。以至其他無論院舍啊、社區設施等等，咁我交代嘅大概係咁樣，咁就。